法务部林副市长，宜兰地检署余检察长，我们宜兰县政府的大家长林县长，还有林秘书长、许处长，另外我们宜兰地检署我们江主任检察官、梁主任检察官，宜兰县议会我们庄淑如议员、黄成廷议员，那刚刚我们看到的我们王主委，还有林理事长，另外今天我们法务部这个调查站宜兰调查站的苏主任，还有在座在场的我们友军单位，还有政府机关，另外今天到场的我们的村林里长，另外我们乌涛公司的我们李董事长，还有在座的几位董事长，还有今天来参加的我们宜兰县警察局的各我们的义警、义交、民防、志工、巡守队，还有今天在座的所有我们的好朋友，大家好。好。非常高兴我们警察局能够跟我们宜兰地检署共同来合办这一次这个记者会。那我想刚刚呢这个相关的茶会的工作以及内容呢，我们无论是法务部林副市长、我们宜检察长，包括我们刚刚林县长的一个宣誓都讲得非常清楚。那今天警察局能够这个配合地检署来办这个记者会我想最主要就是希望整个反馈茶会的工作不是只有政府单独来执行，而是希望把它变成为一个全民的运动，那也将这个信息希望能够传达到我们县内的每一位县民。所以这次在这个记者会当中，我们所要表达的就是除了我们宜兰县政府这个警察局总共1400位同仁发动我们的这个群区行责区要深入社区，然后要在地化的跟社区的民众来结合，然后呢广收这方面的信息，希望呢透过今天的这个宣誓活动发挥这个警民还有我们所有政府跟民众一起来做这个工作。那除了反馈以外，刚刚的茶会包括简单的所提到的我们后面的查黑金、查讯息，还有废选、反暴力，另外还有赌盘这些以外，我想我们宜兰县警察局所有的同仁除了维持我们平常的治安交通工服务以外，在这个工作上我们会全力来投入这个工作，希望能够让我们这个年底的选举这个能够进化希望有大家的参与，我想这个反馈茶会的工作一定会圆满成功，谢谢。